盘点团体中作词作曲担当的成员 Top 4。创作歌曲、编舞样样都行的团体 Seventeen。其中成员 Wozzy 创作了多首 Seventeen 的歌曲，像是 Mancy Pretty You Thanks 等。最近 Wozzy 开通了个人 Instagram， 并且上传了工作室的照片。可以看到 Wozzy 的工作室是独特的蓝色照明，相当的有气氛呢。防弹少年团的成员们都参与创作歌曲， RM 的工作室门上写着 Archive， Sugar 的工作室叫做 Genius Rap， J-Hope 的工作室则是 Hope World， Jungkook 的工作室名字叫做 Blood in Closet。 Jungkook 的工作室除了创作音乐之外，Jungkook 也喜欢编辑影像，成员们的个人工作室真的很有特色呢。 BTS 个人工作室很有特色， Pentagon 的队长 Hui 创作了多首 Pentagon 的歌曲，像是 Shine 还有 Naughty Boy 等。 101 的 Energetic 也是 Hui 创作的， Hui 曾出演 KBS 2音乐艺能节目《键盘上的猎狗》，在节目中可以看到 Hui 的工作室，一下子键盘没有声音，一下子电脑当机。之后 Hui 换了工作室，空间变大，电脑速度也变快了。 GOT7 的队长 JB 创作了 GOT7 多首歌曲，像是有 You Are 还有 Look 等。 JB 在 KBS 2音乐艺能节目《键盘上的猎狗》中公开了工作室，节目中可以看到 JB 的工作室墙壁上贴了许多照片。 JB 表示看着这些照片能带来创作灵感，看了这几位创作型偶像的工作室后，每一位的工作室感觉都很